Hello，大家好，我这个是第二次周记了。然后说这个周记之前，我想半天我上周干了什么。然后后来想起来，我上周是西双版纳那边，baby 杀青了。然后杀青完之后回来，上了那个熟悉的味道那个节目。那个节目其实还挺用心的准备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，也不远就几天了就。然后熟悉味道完了之后，就每天就上课。我觉得其实这么一整天都上课比，之前录一天节目，然后再去上课要轻松得多。然后我其实也意识到自己好久没发自拍了，然后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，我上一次发自拍是什么时候？我上一次发自拍是2000万福利发之前。那个跟你们说快乐的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发什么，我平常也不爱自拍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发啥，所以，但其实我觉得我不发也没问题，因为我不发你们也打不着我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打不着我，所以我就不发，就不发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